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极品坊麻辣臭豆腐，这是这一间店吃面的样子。很久以前我曾经有拍过这家店，不过我已经隔了好多年了。就重新再一次。好，你好，那我要那个招牌臭豆腐这边吃。今天就是这个臭豆腐特辑啊。你要什么辣？中辣。葱油有加吗？葱油。如果猪肉片是特价30吗？对。那我一份猪肉片，谢谢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哎。我在那个 B 点。好香，喷喷香喷喷的啊。这一样是他的啊，他盛下来给我。哦，这样，哎。原汁原味。好，那就尝尝啊。好，这个是加料区的部分。好，那营业时间在这边是1到6，然后4:30到11:。这个猪肉片现点现烫，材料相当丰盛啊。曾经是另外一个网红，某个网红的最爱啊。话说那个人也很久没有拍片了，哈哈哈。啊，这是肥滋滋大肠。麻麻辣辣，麻麻辣辣，相当过瘾啊！真的还是原汁原味啊，麻麻辣辣，麻麻辣辣。吃起来很过瘾，尤其是这个肥滋滋的大肠啊，受得了吗？你受得了吗？吃起来就是这个小型的麻辣锅了。好，很过瘾啊。这大肠好吃，然后调味还是之前一样，像以前一样的麻麻辣辣的啊。再是这个嫩嫩的鸭血啊，让我留饭锅，好吃啊。160这样也算平价了，对不对？好吃又过瘾啊，这个油脂回珠珠的啊。这是吃豆腐的最会啊，豆腐吸满了这个麻辣汤汁啊。真的很棒啊，看这个猪肉片很嫩的。
我趁它特价的时候，赶快点一份看看啊！嗯，啊，相当美味啊！这豆腐吸满了汤汁，真的很好吃啊！啊，这个英文字母网红，你也就赶快更新影片吧！啊，哈哈不知道各位朋友今天晚餐吃什么？我们要想报告一下的啊！好，160块，这样就吃得很过瘾。好，而且菜的量也蛮多的，加碗白饭就会饱饱饱了。因为我刚之前吃了臭豆腐，所以今天这一餐我就吃少一点。赞啊！听说过几天之后天气会变很冷，各位朋友要注意，要多穿一点。也许到时候你可以考虑这一家哈，吃起来这个全身发热啊，都会流汗。好吃哦！哦，就算这个物换星移，我也还是记得这一家了。那也希望这个我的影片能够各位有在记忆中有个我。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90分啊。他如果能够付个白饭会更好，但是还要再加钱。哦，他没有白饭选项了，哈哈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某网红推荐的这个麻辣臭豆腐店家哦，好吃美味，那个人觉得很赞。过瘾啊！如果想吃个麻辣锅，然后又不想花太多钱，这家就是一个好选择啊。啊，相信我，里面也应该是陪伴你最佳的良友吧，对不对？吼。啊，它汤底就带着这个淡淡的中药香。掉去，
好，那这个就是很美味的招牌臭豆腐综合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